日前突然宣布分信兼以为人父，随即被爆一脚踏几船，仲被指骗财骗色的张智恒 Stephen， 不单止连累拍档关智斌红馆梦碎，演唱会马上叫停，还令到不少网民嬲到封他做世纪智男啊！一班 fans 对于偶像咁不负责任的行为都非常不耻，而 Stephen 在内地的粉丝后援会日前就突然在微博出铺，疑似宣布要解散后援会，仲被网民大赞是少有清醒，不会麻木支持偶像的粉丝团啊！咁唔知香港的 fans 们又有咩睇法呢？